袁咏仪的脾气到底有多大？为了帅不穿外套，袁咏仪一吼就听话。哎，这个衣服陈老师你试一下吧。这个吧，对吧？我的。不行，这个跟我这差不多长。这个暖很多，你跟我，你相信我吧，你试一下吧。我先拿着。不，我先拿着。我先。全新的，刚买的。我先穿上去。我先拿着，我一会儿。不，你现在直接就把它给套上去。直接套上去。对，很厚很大的。你快！美观吗？快点！哎，真的气死人了！造孽！沙溢嫌弃口号不齐，被袁姗姗吼，瞬间秒怂。我是我，丈夫是我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什么玩意儿不齐，乱七八糟，乱七八糟。袁咏仪玩游戏竟比男生还拼，一拿起斧头，冰块直接两半。袁咏仪吐槽张智霖，她逃不出我的魔爪。约会呢？对呀，我老公真开心啊，可以跟别的女生约会。你好大方哦！你觉得他逃得过吗？好，我们就现在去抓他。张智霖、容祖儿约会，遭袁咏仪灵魂质问。好嘞，牛排呀！牛排呀！对呀，你们去哪里约会啦？哼，怎么 A 呀、啊？做了一些我们平时不会做的事情。我做了开不开心？挺开心的。我只能动，还有点晕，有点晕了。很用力，有多用力？楼下都听得到了。哇！全网第一大胆吴镇宇，感谢张智霖造福社会，说出一个张智霖的优点，就是把袁咏仪锤走了，这个就是回归社会，救赎众生啊！对，就是。袁咏仪就再不能出来害人了，把他收走了，就是最伟大的张智霖，做了一辈子的好事。